看着杨继他们家干成啥样了，太吓人了，好多人受伤了。大家瞅瞅惨不惨，惨无人道，看把人家家弄的全部大修吧，俺的家惨。他这楼里头喝的可多，下楼看一眼吧。大哥，走，快点啊！这玻璃圈，哎呦，这周围崩的一片狼藉呀！公交车里还得有人，得伤不少货。走走走，走吧走吧！哎呦我的妈，快！看着公交汽车都爆了，楼顶上那都快爆了，大哥。看着看着，可能先干这个。这楼里头喝的可多，下楼看一眼吧。